那行动数据我看到有一个超酷，叫做支援六 WiFi 六吗？那行动数据我看到一个很特别功能，叫做支援 WiFi 六的标准，就是你可以使用 WiFi 六，然后连接到这只手机当行动数据，就是它可以发送一个 WiFi 六的一个。在行动数据的部分，我看到一个超酷的，这个是 WiFi 六支援的行动数据，所以你如果其他装置有支援 WiFi 六，你就可以用这只手机当做一个 WiFi 六的热点。哇塞，这是超帅气！